앉음! Action！ 那演员我找不到比他眼神更厉害的，能够带你进入到环境当中，你好演。在镜头前，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你觉得他整个人都是戏？ 其实我很想做天师的，比较帅嘛。结果他们让我演一个赌徒，还是张张树的那种。剧本出来的时候，觉得这个角色演得不好的话，你会很讨厌他，然后就觉得比较难讨厌梁朝伟先生。 細個靚仔就係他。不是鼓最厲害就是頭。佢成日都話年紀大啦，年紀大啦。不過一開始咧，好高嗰度跌落嚟，下低乜都冇。呢個可能唔使，應該有。拍手，我拆一下，拎佢㗎啦，不用戴啦。咁我覺得即係佢一啦。 蜜蜂来，我很难演，真的很难演。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对空气在演戏，好像精神分裂一样，自己在那边搞。很多时候，男生都想碰多一点，所以就不得，不能碰，因为后期不好画。 哇，搞到我不知道怎么演，又不能碰，就是。后来就没拍以前尽量仔细一点，想的那些腰的表情，我这边就可能有多一点变化。在现场你会觉得他紧张，后来其实才发现那个东西是专注。预备 ，Roll，Action。导演还没有喊开拍的时候，他其实整个状态是一直在剧情里面。 他在镜头前面表演的时候，我就变成一个观众。然后我的手，啊，卡！梁朝伟，太美了！哈哈哈！能跟他一起拍戏，觉得是梦想成真了。他跟我想象当中的梁朝伟还是不一样的。 梁先生他不拍戏的时候，完全不像他戏里面的那个角色。他都是很安静。 哥他整个人都特别 nice， 看我，非常亲切的一个人。像一开始我叫他梁先生，后来叫了几次，他有一天就特别害羞的说：“啊，金宝，那个你叫我 Tony 就好了，谢谢。”我都惊到了，我说：“我的妈呀，我这个是我认识的梁朝伟吗？”哎呀，谁？看到你照的相啊，好好，谢谢梁。整个crew人都是很专业。 这一次真的拍得很开心。